旅行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旅行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？这个地方有什么旅游景点？这个地方有什么旅游景点？哪里有旅游指南？哪里有旅游指南？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。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。你想先去哪里旅行？你想先去哪里旅行？我今年想去欧洲旅行。我今年想去欧洲旅行。我建议我们去温哥华。我建议我们去温哥华。我们去浪漫的城市好吗？我们去浪漫的城市好吗？我们可以去安达卢西亚。我们可以去安达卢西亚。旅游有时很贵，但值得。旅游有时很贵，但值得。我喜欢参观历史地标。我喜欢参观历史地标。我们去骑马，怎么样？我们去骑马，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旅行计划吗？你有什么旅行计划吗？你遇到了哪些困难？你遇到了哪些困难？我们应该定一个目的地吗？我们应该定一个目的地吗？我们去看看大自然，好吗？我们去看看大自然，好吗？一起去购物，怎么样？一起去购物，怎么样？你想参观什么景点？你想参观什么景点？我们可以探索一个新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探索一个新的地方。我经常去探索山脉和丛林。我经常去探索山脉和丛林。
旅行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。旅行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。你有何指示？你有何指示？你想参观什么？你想参观什么？你有什么攻略建议吗？你有什么攻略建议吗？你今天推荐我去什么地方？你今天推荐我去什么地方？游客们最喜欢哪里？游客们最喜欢哪里？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？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？这里的食物怎么样？这里的食物怎么样？这里有什么种类的美景？这里有什么种类的美景？今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？今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？旅行怎么安排？旅行怎么安排？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你有什么建议吗？这里的景点介绍多少钱？这里的景点介绍多少钱？旅行的风景好吗？旅行的风景好吗？我应该去哪里参观？我应该去哪里参观？你今年有去旅行的打算吗？你今年有去旅行的打算吗？我们去博物馆看看吧。我们去博物馆看看吧。这里有没有游览车？这里有没有游览车？我要在这里买一些纪念品。我要在这里买一些纪念品。这里有什么有吸引力的活动？这里有什么有吸引力的活动？这次旅程
最需要注意什么？这次旅程最需要注意什么？去那里需要准备什么装备？去那里需要准备什么装备？我们去沙漠里看看吧。我们去沙漠里看看吧。我要租一辆车带我们去旅游。我要租一辆车带我们去旅游。需要付钱购买签证吗？需要付钱购买签证吗？我们可以作为游客直接参观吗？我们可以作为游客直接参观吗？我想去周围看看。我想去周围看看。我能咨询有关旅游的信息吗？我能咨询有关旅游的信息吗？那些景点有趣又吸引人吗？那些景点有趣又吸引人吗？旅行需要事先预定吗？旅行需要事先预定吗？你能提供必要的旅行证件吗？你能提供必要的旅行证件吗？能不能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？能不能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？可以参加应急演练吗？可以参加应急演练吗？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样的体验？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样的体验？我可以和当地人交朋友吗？我可以和当地人交朋友吗？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吗？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吗？有没有关于旅行安全的建议？有没有关于旅行安全的建议？你去哪里旅行了？你去哪里旅行了？这里有可以住的酒店吗？这里有可以住的酒店吗？旅游有什么不能做的？
旅游有什么不能做的？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门票？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门票？你能告诉我怎么去那里吗？你能告诉我怎么去那里吗？这有没有可用的观光游览车？这有没有可用的观光游览车？我可以在哪里租借一辆自行车？我可以在哪里租借一辆自行车？我可以坐船到那里吗？我可以坐船到那里吗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？你能带我去看看吗？你能带我去看看吗？我可以参加这趟游览吗？我可以参加这趟游览吗？你喜欢在哪里旅行？你喜欢在哪里旅行？这有几个行程？这有几个行程？房价是多少？房价是多少？这里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？这里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？有没有免费的观光景点门票？有没有免费的观光景点门票？你能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能在这里做什么？是否有提供自由行的服务？是否有提供自由行的服务？这里有照相机可以租用吗？这里有照相机可以租用吗？你能提供攻略吗？你能提供攻略吗？你有更新的旅游资讯吗？你有更新的旅游资讯吗？是否有购物折扣？是否有购物折扣？
我们去旅行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去旅行有什么好处？去哪里旅游最好？去哪里旅游最好？你最喜欢的旅行目的地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旅行目的地是什么？想去哪里旅游？想去哪里旅游？今天有什么旅游计划？今天有什么旅游计划？我想去徒步旅行。我想去徒步旅行。我想出去拍照。我想出去拍照。你去过哪些国家？你去过哪些国家？哪里有旅游攻略？哪里有旅游攻略？酒店在哪里？酒店在哪里？孩子们喜欢哪里？孩子们喜欢哪里？旅游可以让你放松身心。旅游可以让你放松身心。这里有免费的旅游资源吗？这里有免费的旅游资源吗？我可以请你去旅行吗？我可以请你去旅行吗？我想去哪里度假？我想去哪里度假？你最想去哪里？你最想去哪里？你有什么旅行技巧吗？你有什么旅行技巧吗？旅行有什么游玩计划？旅行有什么游玩计划？旅行社有什么服务？旅行社有什么服务？你有什么推荐的旅行线路？你有什么推荐的旅行线路？今天有什么旅行优惠？
今天有什么旅行优惠？有什么特殊的游览项目吗？有什么特殊的游览项目吗？旅游可以帮助你扩大眼界。旅游可以帮助你扩大眼界。